幸福好时光，好，今天给你介绍一本好书，我觉得读了会变聪明啊。他就是周冠南教授，周教授你好，哎，你好，大茹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是长期买进这本书，周冠南的《四十二堂自制力投资课》这本书，嗯，我看了的感觉就是说，肯定会让你变聪明。他让我想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那我很早很早以前，我是读那本书开始开窍，而且开始理财，可能。 现在应该也快绝版了吧，或者已经绝版，叫做《聪明的傻瓜》，他讲的就是行为经济学，你在这里称为是。 呃，财务行为学，欸、行为财务，<對>很實事实上很类似。对，还有心理账户的问题。嗯,嗯，好，那周教授这本书呢？嗯、呃，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一下。不过每一个人都集中在你的玛莎拉蒂，<laughs> <laughs> 你讲一下个人的理财史好了。<laughs>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哈，因为我们从那个行为学里面很早就发现说，人是比较喜欢听故事，嗯，不喜欢听数据跟统计，因为数据跟统计是历史，呃，应该讲。 他说他是经过痛苦学习而来，但听故事是天生的哈。嗯、那那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觉得也蛮好的。但我做了一个无意中做了一个社会实验了，嗯、呃，因为我去买车嘛，其实那台车是我儿子非常喜欢的，因为新加小男生对那种车就非常的有兴趣。你儿子是几岁了？我儿子是国二。 国二，对，他凭什么决定要喜欢呢？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不错了，但他没有决策的权利。对，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本来要去看双 B 嘛，我其实本来是要买双 B 的修理，那后来他说他比较喜欢这个，那我自己也不排斥嗯。那挂牌的时候，那个销售员就说你要选什么号码？我忽然灵机一动，那就不然就挂零零五零吧，因为这个我投资二十几年，我觉得回报率还不错，收益不错。是，然后后来呢，我就有一。 天在台北火车站地下室，刚好这么巧就停到零五六，嗯，好、啊，就是零零五六的高股息 ETF 的代码，嗯、我就拍一张照给我元大高层的同学，嗯，啊，大学同学，他元大，他就说，哦，你这个太经典了，然后我找人采访你，就元大就有人跟我联系，就就这样子。 就就传开了。哎，欸、你的车牌是零零五零嘛、哦？对，零零五零，嗯、對,对对。然后刚好停在零零五六的车位。對,对对，就这么巧 <laughs> 啊，都是都是同一家公司。大一点很高兴。<laughs> 那就就从此就媒体就一直争就争相报道了哈。嗯。但我觉得其实他们都会简化成说我投资零零五零报酬率很好，然后致富买玛莎拉蒂。我觉得不对哈，因为我没有致富啊，先澄清。因为它其实回报率很好，但是你要真的要本金很高才够嘛。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嗯、因为我对玛莎拉蒂不够了 了解吗？莎拉蒂多少钱？它大概是那部车是 l e v a n t e 大概四百多到八百都有。嗯，<對> okay, 它的 range 很大，嗯、就看你怎么配备。因为我知道在故事之中，<對>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嗯、对啊，大家看不到中间那种 <laughs>、啊、對對對呃。 就是慢慢累积的成果，会看到最后那一个 T A 出现了。对，所以他们大家都会讲说，这个是一夜致富的故事。我说没有，我撑了二十年。嗯，好，然后呢，我也不是把零零五零卖掉去买玛莎拉蒂，他们都会这样讲。 好，但是其實那你是用贷款买的、啊、哦，还是贷款？对，因为贷款利率,率很低啊。对我們，我一年多前买，如果把零零五零卖掉，现在又亏了嘛。嗯，所以其实长期留在市场才是重要的。其实我、嗯、我完全我看完这本书，完全赞同周教授的看法。嗯、也就是说，如果你存 ETF，为了是去买一个东西。嗯 这不好意思，他还是打断了你的长期投资原则。对，你买了就没有啦、啊。是是是，<呵>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哦，除非必要，你的持股跟持仓部位不要轻易出脱。好，你要用自己。 平常收入的现金流，嗯，紧急的时候就贷款嘛，因为现在贷款利率其实不高啊，但市场报酬是好的嘛。其实周教授讲到马莎利贷款，我就想到我所有东西都有贷款，为什么现在不贷款呢？对不对？只要你在现金流瞧得过来，然后你付得起。现在的状况是，不管你的贷款利率是，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央行在解决的很大问题。就现在不管你要打房，可是无论如何，就算现在到了二点五趴的利率。 我觉得通膨也盖过它呀。是啊，嗯、是啊，是啊。其实，嗯、呃，台湾股市长期的报酬大概是八到九。嗯。那如果贷款利率是在这个金额很就很低的话，远对远低于这个数字，其实你贷款是没有伤害的。是。哦，但是一般人很怕负债啦，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嗯。其实，户户对，嗯、其实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很斤斤计较于呃有没有负债的话，嗯、你就会把。 就是一个负债一直放在心里一块大石头。其实如果是这个状况，對對對對我都建议他说：“是啊是啊你哪在你家哈，<laughs> 那你就真的全款买好了。<對 S 1> 可是财富大概不会不会增长，不会成长。”对我，我常常跟我的受众讲，我说：“呃，请各位想想看，哪一家上市公司没有借款？” 嗯，大家都是用别人的钱在赚钱嘛？那你为什么傻傻这么坚持一定要用自己的钱来赚钱呢？我讲的话可能比你狠，但绝对是事实。我说你看看那个路上最华丽的大楼都是谁盖的？答案不是金控，对，就保险公司，没错，没错，对不对？那请问金控跟保险公司用的是谁的钱？他自己的吗？当然没有。那你的钱呢？没错，没错。我我我书里没有提到，其实银行业。 他百分之九十三的钱都是借来的，嗯，他自己钱就有百分之七啊，嗯、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他只要能够创造更高收益，那像刚刚您讲的，他现金流嘎的过来，那为什么不做呢？嗯、<對>其实我都觉得我很保守，我的负债比远远低于四成啦、啊，<laughs> 就差不多就是四成，嗯、<哼>那就一定盖得过来啊，对不对？当然啦，如果你这个手上的呃每个月的呃收入不足，然后你要去搞一个。 九八九成贷款的房子，嗯、突然你断吹了，那你就会很有问题。没错、嗯，没错，嗯、没错<錯>。好，那周教授他的战利品哈是玛莎拉蒂，一定不止啦。但他说这也是觉得说 <laughs> 哦可以了，我的积蓄有够可以买。嗯、他这个书上哈，我念给大家听。就随着台湾，因为当时真的只有零零五零可以买。好，追踪市场的指数零零五零在二零零三挂牌，你就开始了。 嗯，哇，这开始的很早哦。嗯，然后呢，也是每一个月买进，对吧？我我就定期定额，对，定期定额。像我是每个月五号，我就是管它怎么样发生股灾、发生地震大难、哈国际战争都一样买，因为你不用去伤着脑筋嘛，然后呢，呃。 这二十年来的总报酬率五百五十趴，听起来就很可怕的。这是单笔投入，是二十年，是。然后呢？哦，这是单笔的，单笔。可是定期定额没有到这么多，定期定额为什么？我澄清一下，因为这个是元大他们在上市二十周年的时候邀请我去，等于是帮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宣传嘛。因为我是长期投资人，他这个确实是你算出来的话，单笔你一开始就投，一直到二零二三年二十年，那个是五点五。 百分之五十五没有错，嗯啊，百分之五百五，但是如果你定期定额算过，嗯、大概是两三百之间，嗯，要看你投入的时间，因为你定期定额不是第一次一，当然，当然一大笔，对啊，对不、啊、对、啊？可是其实呃，如果那个市场起伏很大，嗯，嗯定期定额。 会赚比较多。但、呃、是啊，是如果低点的进的话、嗯啊，对啊，對它就是平均这样子买进。是是，但是因为你投入时间不是一开始嘛，对，是中间慢慢进去，<就>所以定期定额你可能一次一百万，對對對但是我啊不，就是单笔投你可能一次一百萬,万，对，定期定额我可能每次只有一万一万，啊啊、所以我。 我的一万本来就不能跟你那个一百万、啊，没错没错，那不能比的。嗯、那我这边举的例子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投入的话，二十年确实是百分之五百五十。嗯啊、是你看，所以一看就知道说，其实长期是有它的这个效果。嗯、我大概、啊、嗯，做定期定额开始，我算过了，嗯，其实大概有七趴哦。 嗯，平均一年吗？呃，就是如果用二零、嗯，呃，我是用二零一二到二零二四开始。哦，有有那有有七八有，有绝对有算起来也是好几，就是没有那么多倍，大概是两倍多一点点。哎、对对对对对，呃、所以最近是市场是好的，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定期定额，我觉得二十年两三倍是一定有的。是是。I like 幸福好时光怎么样？大家应该对于周教授他呃的零零五零后来买了玛莎拉蒂，应该这个是媒体上很好的故事啊，而且是一个真的故事，嗯、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投一笔定额的啊钱在零零五零，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会跟你说，你尽量不要投定额。 哦、你还是定期定额会比较好。嗯嗯嗯,嗯，对啊，定期定额其实是一种有纪律的投资方法了。所以我跟人家讲说，如果你受不了想要短线交易，你是一部分钱去玩，你不要全部。嗯，那全大部分应该是定期定额长期投入，那你自己再做比较。 好，那我最近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我妹妹，亲妹妹，她过了十年，我就说你自己试。她以前也是短线交易者，她最近跟我说，她决定把她主动部位全部出清了。嗯，我说为什么？她说你跟我讲四十年，十年过去之后，我发觉哇，卡起布啊，不贪卡贼啊，嗯，我发觉好累哦，嗯，那我干脆就是闭着眼睛，然后继续买放着就好了。对啊，其实这故事我大概也是很多年前就发现了，嗯，我没有比较聪明，没有错，而且我只要看到一个人。 说他想要打败大盘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哎呀，匹夫之用，匹夫之勇啊，对不对？”对啊，我我我给大家一个想法啊，因为如果我们是长期投资者，我们拿的是市场平均，好，那一定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想超过市场平均？那我就问一件事情：主动投资赢市场平均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另外一批主动投资人输的？嗯，对不对？那你怎么觉得你一定会赢，而且你一直会赢？ 好，但是我平均我绝对不会输主动投资嘛，我就是其实九成以上的主动投资都是输大盘的，是嗯、对，但是很多人是想不清楚，就讲数字很难懂啊，统计也很难懂、啊。之前是不是、嗯？ 巴菲特有跟别人打了一个赌哦，对对对对对，他好像是说拿一笔钱嘛，一百万还是五十万？呃，他投指数嘛。对对对，他就他就傻投指数十年，然后他跟很多人跟他挑战，哎，你你随便弄好，然后十年之后我们来比较，结果巴菲特就赢了。嗯，所谓主动投资就是说你每天在买个股了，比如说台积电很好哈，好最近有好像你就投台积电，然后赚了一笔你就杀出，但是后来还是发现，哎，如果你可以就是直接投指数。 数啊，或者是像嗯、呃，就人家那个 ETF，就是从指数中票选比较好的东西给你弄成一篮子，那、嗯、其实你还是长期的赢家。嗯、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跟我说他当冲赚多少的时候，嗯、我的眼神都是举呃透露着一种讯息说，说、嗯嗯、咱们就慢慢等着瞧，<对>因为你赢一时不是赢啊。对啊，没错，没、嗯、而且通常大家都都是赢的时候才会跟人家讲。 嗯，输的就默默飘走嘛，这是事实。<laughs> 對啊對啊所以你有常常讲说，我呃，你有没有发觉你身边的朋友投资个股都赚钱，只有你在赔钱？嗯，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把全盘的实话讲出来嘛。是是，是啊、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哦，我赚了两百、嗯，就是赚的呃两倍，那我们就很大声的说出来。嗯、可是总是有亏的啊。嗯、对啊，没错没错，总还就是好像那个呃。 就房子，很多人会问我说、啊：“这边房子可不可以买？”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可以告诉你哈。嗯 我如果这个我自己的公司如果交易时间呢，我会赔一间哦。嗯、那你如果要跟着我，你就会跟到那一间。虽然我觉得我失手率已经算低了，嗯、可是还是会有产赔的时候啊、嗯當。当然，当然，所以不容易啊，主动投资真的很不容易。那人不如自己想象中理性，嗯、有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你有考学生这个问题吗？哈，好然后来考一下大家说，哎、啊，啊啊欸、为什么周教授会这么说？嗯，我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红酒啦，所以我课堂都会。嗯 问同学一个问题，我说现在你想喝一瓶酒哈，是你很久以前买，然后成本是两千。那各位知道好的酒会增值嘛？那现在增值到五千了哈。那你想喝的时候，你其实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付五千块跟酒商买一瓶一模一样酒，跟你酒柜那个一样，但是你钱只花两千。嗯。第二个呢，就是你从酒柜打开，哎，打拿一瓶出来，打开喝掉。嗯、那这个问题我先解释哈，从理性的经济学来讲，这两个是一。 一样的，因为他的机会成本现在就是五千，可是很惊讶，大概超过远远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会觉得他喜欢从酒柜拿出来，打开喝掉。那这个心态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财务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因为当你从酒柜拿出来，你还会觉得说，我这瓶酒只有两千，现在五千，哎，我还赚了三千，哎，我拎个探杀千’。那我扣零，其实喝酒都是消费啊。好，那我就会继续问，我说，那你如果觉得不一样，我再问你。 你跟酒商拿一瓶买买一瓶喝掉，那酒柜那瓶没有不见。那你从酒柜拿出来喝掉，酒柜不见。要补的话，请问是多少钱？啊，不就五千吗？对啊，所以可是这心态就很妙啊，对啊，就造成大家不是完全理性，这一個所以他都是五千。教授，我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嗯、大家也更能够理解。嗯，也就是说哈，常问那些呃，比如说问那个人家，就是、说你现在哈，你有五千块，嗯，一个是赌博，嗯。 就是喜巴拉迎来的，嗯，那、啊、<laughs> 我知道，<laughs> 你应该知,知道。对 <laughs> 然后我一个是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小时两百块赚来的，<laughs> 对,对现在你应该要先花哪一笔钱？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除非他看过的行为经济学或的那个。 书籍，他一定会说是赌博来的来的。为什么？因为明明都五千，都进了你的账户，长的都是孙中山吧？嗯。可是大家会觉得那个好像是比较容易，对，就这不义之财要赶快先花掉。所以台湾人就说不义之财花掉。然后讲完这个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现在觉得不义之财花掉很正常，对不对？那想想你的儿子，嗯嗯，你的儿子的话，如果…… 呃，为什么他们好平常不理你，尤其青少年的时候，嗯、可是要上街买球鞋，他就会跟你去，嗯、因为他的心理账户是觉得，我自己辛辛苦苦打工赚的、嗯、或从零用钱转的，<對>那是辛苦钱。对，那同样一双球鞋五千块的话，嗯 跟你拿是不要钱，啊、那想想看，以后你的遗产会怎样？<laughs> 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努力把钱花掉，<laughs> <的>不然以后我们的钱在别人的心理账户不一样。<laughs> 嗯、对对，这个您提到一个很好问题，其实心理账户在决策也常常出现啊，明明都是钱，你就分门别类处理，就会做出不好的决策、啊。是，嗯、对啊。我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有很多家长他会把钱放在定存当留学基金，嗯，好，这个时候他又跑去。 贷车贷，那这不对啊，因为车贷利率很高嘛，是不会比定存低嘛，还、啊、有一定比定存高。嗯<是>，那这时候你应该是把那个定存节约去买车子，嗯，可是大家不愿意，因为他怕这样以后小孩没有钱念书。嗯，我说你先节约买车，等他念书再贷款就好啦。你干嘛现在贷？因为你可以中间省下那个车贷利息啊。 那他很多人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就是心理账户啊！是，就、啊、因为你把它放在两个账户里头，嗯、然后你的决策就不理性，嗯、多花了很多钱、嗯、或少赚了很多钱。没错、啊，没错、嗯。嗯嗯。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个概念說，说、就、只是当冲哦、喔，你就不会赢，除非你有一天呢、喔，冲了一遍，然后赚了一笔大钱，金盆洗手哦、喔。但是说真的，你不可能不会再进去。教授讲的事实上是理性决策的投资学，但是有没有学生就上了你的课之后，嗯、嘿，他还当冲很高兴，啊啊、然后来呛那个教授说：“啊、教授，我赚了多少钱？啊、有没有？”有啦，我跟你讲哦、喔，嗯、我们很多学生其实听了我的课，他还是在做短线，而 而且他都跟我坦白，嗯、对，因为他就说他就是就他就受不了，<对>他就想试试手。他觉得你这样赚太久太慢，他没有命等。嗯嗯、对对对，嗯、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当冲赚钱的从学术研究是百分之一，有没有人赚钱？有，嗯、但是那个是少数，大部分是赔钱的。而且人家都是赚钱才会跟你讲。嗯、那请问一下，如果是当冲九十九人输一个一个赚钱，谁会出书？ 赚书的人会，赚 <laughs> 钱的人会出书啊，然后在这个书店里面摆在很显眼位置，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应该要学他去当中，这个叫代表性偏误。 是啊，九十九个书的人他不会出来写书，因为不好看嘛。嗯、是对，那那个人出来写书，你就觉得當他把他的幸运当成了原则。嗯、对啊，所以这个我常常讲，用个案来否定通则，这个是错的。我们在课堂上常遇到，<是>对啊，用个案否定通则，我在广播生涯常遇过，因为我们会收到各出版社的书，嗯、有一段期间呐、啊。 理财专作家特别的多，对什么我用嗯、呃，比如我是单亲妈妈，然后用这个、嗯、呃，假设只有四十万，我滚出了四千万，啊、那你只要敢用这个标题，<對>通常会卖的很好，对啊，对。那你觉得大家期待的是什么呢？他期待六合彩。嗯、<laughs> 就我一直讲啦、啊，嗯，你如果把林书豪的传记看完，知道他怎么打球，学他打球。嗯 练一阵子，找他出来 PK，、嗯、请问谁会赢？还是您说会赢？因为他是不可复制的嘛。是。好，所以你看的那样的书，你也不会变成他，嗯、因为他可能有他的能力，嗯、好，或者他这样他运气。<對>可是你有吗？你不是看了一本书就会变成他？还有一个问题，嗯、也就是说哈，当时我收到了一堆理财专家的书，嗯、那个时候是牛市啊，嗯、牛市时哦。 谁不会赢？是不是？所以他就把自己讲的非常非常神奇。那很可能他开始做理财也不过三年五年，就这样子，他就开始写起来了。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到底就是他的理财正不正确，绝对不能用那个一两年的时期，好突然放空了，你赢了。然后后来也有那个胖胖自己结束生命的你佛魔嘛，嗯，那也有说他这个呃，有的人呢，他是就。 在整个牛市都赢，有时候牛市好长，所以他赢的还蛮久。但一次两次他就黑天鹅来，他就覆灭了。没错，没错，这种例子也蛮多的啦。大家都把特例当做通则，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好，请不要把特例当通则。那么给投资小白的建议呢？周教授还是说，那你就选指数型的基金，嗯，指数型的 ETF，现在已经都股票化了。对啊，你高兴买几股都行，很容易啊，很容易上手。 不过前不久的黑色星期一嘛，嗯，呃、就两次啦，嗯、就是一次大跌，嗯，那我后来发现说，哇，人的耐心还是最难讲的。就我有一位医生朋友啊，嗯、他真的是从疫情开始就存了一些钱，嗯、就是慢慢的，比如说他还投蛮多，一个月也是可以投个一百万什么，嗯、就在那个黑色星期那天不知道跌了几点，有没有上千点？有有，最多上跌了一千八百点，對,对对对，一千八百点。然后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 我一紧张啊，把我这些年那个存的股啊，嗯、就两三千万呐、啊，嗯、全卖了。哦、我说：“ <laughs> 哎呦喂、啊，你不是就说这个是要做长期退休长期的吗？的嗯、那你现在卖是要重新开始喽？啊？” <laughs> 那他就说：“我会等得更低。” 啊，结果没有，后来马上就弹回来了，对,嗯、对啊，所以他就损失很大了。嗯，嗯其实说真的，经济学也有它的可有机可循。嗯，当然大跌之后未必真的会弹回来啦，嗯、要看那个时候的国际趋势。对、嗯，可是现在是一个就以美国而言，它是一个降息的大周期的刚刚开始而已。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这种循环有时候很难预测，最好就是说。 啊，呃、你的投资我讲长期买进嘛，经过几个循环，那不管中间怎么波折，其实它终究是会往上的。我抓的是这一个趋势，而不是中间的波动。对，因为我自认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抓波动。那当然，啊，从学术研究有很多。 这个专专业投资人是赚钱的，这个确实是有。可是他的本业就是投资，但是你的本业不是嘛？那你怎么觉得你会赢他呢？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用侥幸来赢一个专业者，嗯，这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的心理。那么你刚你说的就是，如果选指数型的基金的话，啊。 不是基金，ETF, <coughs> 指数型的 ETF、嗯。那么，呃，事实上像，像零零五零或零零五六，有吗？嗯，台湾人非常执着于高配息，对对。對但是，明明五零就是比五六用长期来算，它绩效好啊。对，我解释一下，因为台湾人就很喜欢看高股息或者高收益。嗯，这个我们财务行为学叫做框架效应。嗯，好，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名称，你就跳进去，嗯、其实你没有真正了解它的报酬率的来源是不是会，或者是真的会比较好。 好，那我举个例子解释框架效应哈，这个很经典嗯、呃，我问各位听众，黄大如姐，有个这个手术哈，成功的几率是百分之九十，你要不要做？大部分人会说会，我要做、嗯、啊。我另外一种方式讲，这个手术失败的几率有百分之十，嗯，你要不要做？好，很多人说哇，失败好高，那,那不要做了。失败啊，但是你知道这两个问法是一样的，那只是说我用正面表述跟负面表述，<是>你的感受不一样，你的决策就不一样。 人 <對 S 2> 要听的是好听话、啊，没错没错，对不对,對？對對,对对对所以回到刚刚，我们那个这跟商品有什么关系？我讲高配息，你就觉得哦，这个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对。但是你要知道，任何资产的报酬率有两部分，第一个是配息，第二个是资本成长。好，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你只要有基本的复利概念，就知道。 配息拿走了，你永远就只拿单利，嗯，对不对？因为复利不会利上滚利嘛。但是如果你不配息的话，利是不是流上去继续利上加利？这个就有复利效果，嗯、复利效果是很强大的。嗯，好，所以这件事情你如果搞清楚，那你应该是尽量在，尤其在有工作、有现金流入、有薪水的时候，嗯、尽量不要拿配息，<是>你应该让它在市场更多时间去增长。 但是很多人看到高配息就以为等于高收益，哈、哦，这个是错的，因为整个收益应该包含配息跟资本成长。嗯。好，那但因为资本成长比较不确定嘛，大家会很怕，啊，钱先拿到再说。啊、高配息现在 ETF 有很多种，而且大概哈、哦，嗯、整个趋向往那里发展，嗯、的确就是因为框架效应，嗯、大家都觉得一直可以拿到钱。对啊、嗯。可是事实上、哦，而且还有一年配十二次哟，本来月月、啊、本来零零五六是配<对>一年配。 一次来两次，是不是？对，很少忘记了。嗯、后来也就跟着配了，现在最少的都配四次配嘛，对啊。那我常常用那个羊毛出羊身上。I like e a 3 I n g s like radio. <S 幸福好时光，这是一本很好的书，看了你会变聪明啊、喔！长期买进，那其实。 要了解这本书很简单，我说真的，国中数学就可以了，对不对？是的，是然后还有一个愿意理性决策的头脑，嗯嗯,、哦、嗯,嗯那可是呢，很多人多少年来都在重复就错误的投资。嗯。刚刚你讲的框架的效应，有其实也有个医生跟我说，嗯,嗯,嗯，比如说现在去医院，很可能做做一些检查，他要要你加价嘛，嗯、对不对？他说。 呃，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哈，我不好意思透露那样。嗯、好，做这个检查，嗯、你有生命危险的可能是万分之一。嗯，那请问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换另外一种国外进口的药物或什么显影剂什么的之类的哈？嗯、那么，那病人就问说，那这个的危险是只剩下十万分之一、嗯、啊？那所以大家都会去愿意付费。嗯、那医生自己说想一想，还是说？ 其实万分之一跟十万分之一意思是差不多的，可是人类哈、喔、就一看就说、嗯、哇哦啊少了十倍的危险性、欸。对啊，对啊，对啊。嗯、但其实发生几率低到那种状况，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差异了啦。但人很妙哈、喔，<對 S 1> 这就是那个趋吉避凶的心理。没错 <錯 S>。但如果告诉他说，比如说现在嗯、呃，威力啊，威力才或者是乐大乐透啊，嗯啊、呃，又累积到了。 十亿好嗯，又、嗯、一堆人去买。没错、啊，没错、啊，没错、啊。<哇>我书里面有提到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啊，其实人被雷打到几率跟中头彩几率被雷打到是比较高的。嗯 但是我就问人家说：“你觉得你会不会被雷打到？”他、嗯啊、说：“不会啊，怎么可能？哪有那么倒霉？”那、嗯啊、你买彩券会不会中头彩？哦、会啊，我一定要中啊，<laughs> 我要翻身啊！那不就是跟在赌市赌博、股市赌博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大部分人都在赌博，嗯、应该也有很多人看到周教授，然后就问你说：“教授，阿金嘛，股票哈，在你管呢、啊，嗯、我可以进场买 ETF 嘛、哦哦？”这个我常被问，對對我常被问，每一天问三次。對,对对对，但是我常讲一个方法，就说一二六八二。 台股七民国七十几年飙到那個时候一二六八又跌下来，剩两千多。那三年前被突破了，现在请问谁还在讲一二六八二？对不对？现在都讲两万多。<是>所以今天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这个你要相信。<對>我一直就跟人家讲，你不要觉得现在很高，它只会更高，对啊。而且，呃、我想。 呃，现在两万多点嘛，嗯、那大家如果去那个台湾证券交易所网站去找一个资料，有一个台湾加权总报酬的点数，嗯、现在是五万多，嗯，不是只有两万多，就是你把息加回去的话，它是到了五万多的，嗯，对。可是我们常常会被锚定啊，嗯，就好像说，你说台积电啊。<laughs> 过了八百之后，大家觉得哇，好危险、啊嗯、有没有？对啊，對啊过了一千，哇，更危险了。<laughs> 那现在就是高点，我是不是要把所有东西都赎回来等呢？嗯、其实你刚刚那句话就是说的很好啊，嗯，它可能是未来的低点，而且现在的经济状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降期的周期。嗯、您刚刚讲毛定，我觉得超有趣。嗯、我再举个例子哈。 股票如果从四百涨到六百，嗯，大家就不敢买，因为觉得好高了。嗯嗯、但是如果从八百跌到六百、嗯，就一堆人冲进去买，那、嗯啊、其实都是六百、嗯，你知道我意思吗？欸、但是你的毛不一样，<對>决策就不一样，就很有趣的形。因为你看过八百。 那就好像买个股的人还有一个迷迷失，如果他做了很久的话，嗯、台积电曾经有六十块。哦，对啊，对啊，没错。那他现在就是他从六十块开始，他就越看越高，越看越高，都 <laughs> 不敢买。他一路从六十到一千、嗯，他都觉得贵，嗯、因为他只看到数字。没错，没错。所以，但是过去的数字没有意义啦。嗯，对啊。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很多投资人都会有一个心态叫解套。 嗯，好，就是说我股票终于回到买进成本，欸、我赶快把它抛掉。嗯，这个很有趣，这个也是看后照镜投资啊，这也是锚定，为什么要？ 呃，解套呢？因为如果你觉得它很好，应该继续持有嘛。那如果它跌到你的买进价格，就算你赔了，你觉得它没有前景，是不是也应该卖掉？嗯。可是很好玩，就你的买进价就很容易变成锚定点。嗯，就是我们都只看见我们自己的。對啊,对啊。嗯、那你这个给投资人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选那种比较大型的指数基金，拜托不要再追逐什么高股息 ETF，、嗯、还有什么国家型 ETF。对。先谈高股息好，但是现在在百。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高股息，对，我觉得那个是好像有配息给你是一种满足作用，嗯,嗯可是有配息给你，你的复利效果就损失了，了为什么大家会听不懂、嗯？哦，这个我也是跟我们之前谈的心理账户是有关的，嗯、就像你讲，我打麻将钱很容易随便花，嗯、但是我的辛辛苦的工资我不会随便花，嗯、那这个跟现金是有关，譬如说高股息，我就是拿到现金。 好、啊、才有赚到。那我的钱如果放在账户里面，就感觉没有赚到，因为它是两个不同账户。你真的，我感觉、啊、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嗯，我们钱不是进那个，我经历过，嗯，钱是用薪水贷的时代，嗯、啊啊啊跟进账户的时代，啊，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嗯，<laughs> 我我还，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多喜欢。 做了一个月工作，拿到一个纸袋里面有 cash 的感觉。后来他进账户之后，嗯、我会那有一阵子，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嗯，好像努力哈，没有,没有什么效果有感觉，没有感觉。哎，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棒，我这以后可以拿来用，<laughs> 因为其实钱就是钱嘛。<laughs> 那你放在股票账户里面跟拿到现金应该是同同样等值的，可是因为高股息可以拿到现金，那、啊、你就觉得很开心、嗯、好，那像问题来了，一堆费用之后。嗯 没有用，是不是要再投回去？是，对，然后就变少了。嗯、那更惨的是什么？拿到钱之后，你就手头松了，就乱花。啊是啊，啊，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钱没有不见，嗯、只是变成我喜欢的样子。我说没有，它就是不见了。嗯、对、啊，而且其实很多人分不清楚资产跟耗材。嗯、我相信你在买玛莎拉蒂的时候，嗯、你心里很清楚。 它就是个消耗品，没错没错。呃嗯、所以很多人说，那你不是一直叫我理性干嘛？去买一个车子，国产车企都不理性，还买到玛莎拉蒂，这是个不理性的决策。我说对，但是人不要一生都很理性啊，因为我要对自己好啊，對, <laughs> 对不对？哦，我有那个机会成本的算法，嗯、因为你你每天都在算机会成本。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机会成本也是不一样。嗯，还有，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嗯 你机会成本较小，<laughs> 对，你会开心嘛？对，對因为你会开心，對啊、你不会把这笔时间再拿去换别的东西。嗯 <coughs> 就好像你今天喜欢玛莎拉蒂，<coughs> 你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说，其实我也可以去坐别的车啊 <coughs>。对啊，对啊。嗯、其实我觉得，嗯，刚好是因为我长期投资才有这个底气啦。讲 <coughs> 老实话，如果我没有投资的话，其实以教授薪水，大家都知道不是太高，怎么可能会？ 买到这部车，所以我还是要劝大家，你年轻的时候要理性，长期投资。等到像你到我这个年纪，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就像大如姐讲，机会成本低，开心嘛就好啦。对啊。其实没有机会成本，因为我没有要做别的选择啊。这就好像我看到跟我一样在跑马拉松的一群傻瓜，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跑马拉松很贵哎，比如一个伦敦马拉松买名额要八万块台币，不包括所有的旅馆啊住宿啊。但是我那些跟我一样的傻瓜朋 朋友还是都会去买什么芝加哥？嗯、为什么？嗯，他们他、啊、根本就浪费钱，还浪费体力。没错、啊，没错。他的机会成本的选择的唯一在那里。幸福好时光，好那个刚刚讲到马拉松，你看这些人的机会成本花的多傻、啊。<laughs> 嗯、如果你不不是那个。 其中爱好者哦，这唯一能够解释就是机会成本。嗯，他那段时间，他宁愿花钱做这件事，宁愿痛苦自己，他不愿意去做别的事情啊，嗯、他没有别的选择啊。对、嗯，那那个教授举的是登山的例子。一样一样，你待会如果去看那个登喜马拉雅山宫顶的书，里面是什么？充满了愉悦吗？当然不是啊，充满了痛苦、挫折、不确定性、天气的因素。结果这些人写完之后，充满痛苦的书，你看得津津有味，而且这些人下来之后，又再计划下一次。 要攻哪一个山？这就是人类在做决策很有趣的地方。是差不多，啊、我们也常常在炫耀说我们跑那个有多痛苦，被雨淋啊，<laughs> 然后再也不要来了啊。是是,是想一想又去了。对对对，其实我我对跑步没有那么大兴趣，但是我参加过戈壁。<laughs> 哦。 你会发觉戈壁，他真的对不起，我讲就是一个邪教，对不对？大家都陷进去，你有去过嘛？八，我是八，呃，一八十八公里了，但其实走了不止。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为什么大家这个喜欢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对不对？说，但是这个人就是做决策的时候，你喜欢的东西，脑中的多巴胺分啊就会出来，就会快快乐。所以，但是投资要理性，这一点是我觉得各位要能够认清的，对。啊，行有余豫哈，你在。 花钱，我我其实觉得人生就是有一种东西很，很你、嗯、就投资理性，嗯，消费你没有一定要理性、啊嗯嗯、消费你就是量力而为，<對>而且你知道你在消费，你要知道你在买耗材，对对,對、嗯、就好了對。对啊，比如呃，其实有一种就是度假村分时度假村，嗯、他们有一种话术，他会跟你说，你买这个啊，一年可以来几次，这是一个投资。 嗯，我说不是，这不是投资，这个都是消费，你要搞清楚，对啊，但不是投资啊，因为跟你自己单次去都是花钱是一样的概念。有对啊，其实这有高，这跟高尔夫球证类似，但度假村更容易倒。你没有买产权啊,啊,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嗯。但是这类似的哦，就是我跟他说你买这个一定倒的时候，嗯、其实大家都还是会买啊。嗯、但多少年来我就看过。 它就是一下子变成乌有了。嗯，对，很多这种例子。好，那么我们进场之前要知道的投资概念，教授写了很多，还有影响投资成成果的一种，就是各式各样的偏悟啦。哈，来，我们就讲一个吧。嗯，比如说呢，嗯，好，我们讲黄金跟钻石。嗯嗯，就。 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嗯<對>，<吧> um, 我常讲就是说，一个东西有价值，不是因为它真的有用，好，或者它会产生现金流量。那譬如说黄金好了，我常常问人家黄金为什么有价值，很多人跟我说哦，因为它很稀有。那我就会举例啦，白金其实蕴藏量是黄金的三十分之一，嗯，那如果你讲稀有，白金应该更贵啊，嗯，结果没有哎、欸，白金的价格在历史上最多是黄金的两倍，现在比黄金还便宜，嗯，那所以稀有性这个不成立嘛。 那其实它的工业用途也很少。其实黄金生产出来，大部分是被拿来戴在身上。嗯、而且最妙的是，它又没有再跟美元挂钩，<對>很,久很久很久就没有、啊啊啊啊、没有啦。所以、嗯，但是因为大家就是对它有一种莫名的喜好。其实说自古以来，人类对黄金的喜好是无法解释的。嗯嗯。好，譬如说它是贵族啊，皇家炫富嘛，然后怎么样都要藏黄金嘛，戴、嗯、黄金嘛。所以你觉得它皇家作用？呃、嗯，不是这个也算。嗯、那那但是其实更好的解释应该说，这个叫本质主义。嗯、你觉得它有价值，它。 就有价值，所以无法解释。好，所以譬如说很多的这个呃财务资产，譬如说刚那个丹龙就提到那个比特币，比特币其实也可以用本质主义来解释，因为它也不产生现金流嘛。 那它的价值存在，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嗯，那其实钻石也是一样。嗯，哦，钻石其实用处也不大，它有一些工业用途，但大部分还是被拿来戴在身上。嗯，好，大家知道现在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可以长钻石嘛？人工钻，它的成本大概就真的钻石的一半，而且品质都是最高的。是的，因为它应该就是低嘛，哈。对啊，它就是序列是排最好，原子序列最漂亮嘛，最干净嘛。嗯，但是我就问了。 哎，如果你是一个呃未婚的男生，你想要跟未婚妻求婚，你拿一颗人工钻，你觉得会不会成功？ 我觉得很难，他知道，我觉得你没有机会了。他不知道你才有机会了。而且我做鉴定节目很多年，就是真的有人拿假的去求婚，或者拿来鉴定。对，你可以知道，其实他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钻石，也算过，要过很久。老实说，大家如果做的好的人工钻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对。除非我们用显微镜来看。可是呢，当他知道那个二十年前那一颗钻石。 其实只有五百块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感觉是二十年的感情都被骗了。呃、對啊，对啊，对啊，很好玩啊，很好玩。所以这个就讲本质主义嘛。那说说实话，画也是一样，好、哦，就艺术品也是一样。<laughs> 嗯，这幅画为什么是两千万美金？嗯、哦，没有道理啊，它也不产生现金流量啊。<是>那你要干嘛？都是挂在墙上炫耀而已嘛。嗯，但是你觉得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啊。嗯，而且就像丹如姐刚刚讲的，如果是仿画。 二十年终于发觉他是反话，嗯、常这样啊！嗯、你就发觉说，我过去二十年对他欣赏都白费了，是对，就觉得被骗了，对，就是被被判被骗的感觉，嗯、那种感觉就很差，对啊。那人被骗之后，嗯、其实有。 两种心理，一个就是我感觉很差，几十年都糟蹋了；，另外一个是不承认。嗯，对。我觉得不承认的事情很多，比如说现在诈骗集团他来骗你的钱，很多人是缴了一次已经开始起疑哦，为了要把前面那笔再拿回来，缴了第二次、第三次，希望他是真的。我后来发现有这个心就是自我欺骗了啦，因为他不不想要说承认自己这犯了一个错误嘛，对。 那好，那那个教授，你从二零零三年开始投啊。其实我发现你从一九九九年才回台湾任教，才有真正的薪水。哎，你算那个理性投资投得非常早的那个人。其实说实话，我有提到我在书里面应该有讲到，我从博士班就开始投了。嗯，因为那时候有拿奖学金嘛。可是你那时候在美国呀？对，我就投美国 SPY 跟 v O o、哦、所以其实我九八年就开始长期买入了。嗯，那一部分是美元美元的美元账户，我到现在都还。 还在啊，嗯，对，所以我还在在那边会持续买一些长，就是事实型的 ETF，嗯。 嗯，其实呃，我的理财概念跟周教授的理财概念其实是差不多啦。嗯，我也一直在跟人家讲说，啊，你不要问他配洗多少钱，而且如果配的洗，嗯、我跟你配洗很麻烦，嗯、你要配十二次洗，嗯，我怎么分批投入啊？啊你通常就是给他花掉嘛，没错、嗯，而且你分不清楚那些钱，嗯嗯、那除非你好有规律的，你也不管他配多少，用你账户的余额，反正就是继续投资，嗯、否则你把复利作用。 弄掉了干什么呢？嗯、对那大概只适合。 真的退休族群了、啊，我有两三千万，嗯、那我现在已经没有收入了，嗯、我必须靠那个过活生活。对，嗯、这个倒是合适，因为如果你需要定期现金流令，流入是 OK 的。那我常常讲，年轻人其实不需要了，因为他还有工作，应该是要持续买进才对，不是吗？對是，而且其实投资的那笔钱呢、喔，你没事别去动它。嗯嗯，嗯就如果你现金还可以活下去，嗯、对。嗯、那个我讲一个很可爱的研究，我一个博士生传过，了但这是我已经。 证实的，因为它是一个梗图，但是我觉得蛮有趣。他说，日本研究发现哦、喔，投资成功的两种呢，一个是买了就忘记的，对、嗯，好，欸、一个就是死掉的，<laughs> <laughs> 变成信托的啊，那个绩效就很好。对，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忍不住要去动它，嗯、对啊，对啊、嗯、而且好像克制、啊。 不住自己的理性，嗯、呃、嗯，嗯这就好像我说买巴菲特四十万美金一股很贵，嗯，我也明明知道，嗯，他呃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他就是一定会每年十几趴这样成长嘛，嗯、当然他有时候是赔的，可是你用十年来算他，他用他的投资策略，他是一个正子，它里面其实也有一篮子的东西，对啊对啊，對啊可是啊，你真的看到他突然涨很高的时候，还真是。 你知道要忍不住，我就是卖过，对，不是很想要卖，<laughs> 你还在，然后卖了就追不回来。呃、啊,啊，是啊，是啊，其实指数型 ETF 也是这样，很多人，呃，课堂学生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才七八十块，嗯，哦，那很多人都买，买了之后就撑不住，就出场了，嗯、现在已经快两百。